亲密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13 QQ 游戏《天下棋艺全国象棋甲级联赛》的对局讲解。我是刘军，今天和我一起为您带来精彩讲解的是特级大师蒋川。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跟大家一同来分享2013年象甲联赛的精彩对局。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第21轮黑龙江对北京队的对局。对阵的双方是黑龙江的特级大师赵国荣对阵北京的特级大师张强。下面我们来看对局，双方呢是在第21轮下的这个对局是吧？是。其实呢，这个对局的背景呢，我们应该来说，两队呢还是比较轻松的，对。因为是联赛的倒数第二轮，黑龙江队呢已然稳固冠军了，对，北京队呢当时也是已经排名第二。北京队已经排名第二，但对，是他跟下面，第三名积分咬得还是比较近，所以我也是，还有被冲击的可能是吧？对，还有被冲击的可能。所以呢，红方采用的是象三进五，赵国荣呢也是对，决定稳一点下的。是，象三进五呢，飞象局也是赵国荣老师近期比较喜欢选择的一种下法。好，炮回二平方四，炮二平四，士角炮。四角炮，这个也是张芷比较对，喜欢下的开局啊。是，红方车九进车九一，进一，黑方马二马进进三，三，正马，红红方方车车九九平平六，六，黑方马八进七，马八进七，红方红方兵三兵进三一，进一，这个呢，在我看上是还是属于散手开局是吧？是，是象棋的散手开局，双对。方呢走得比较，自在啊。是比较自在。在这个时候呢，像以前的话，更多的出现的是马八进九马八这进个九，下跳法。边马，接下来呢，黑方会车一车一平平，二，然后红方兵兵九九进进一，一，红方黑方车二进四。九二进四，这个棋形呢比较注重棋形啊，形对，状，棋的形状，这个棋的特点就是双方都比较注重形状，对，然后红方之然后车后六进红方三车六进啊，三。对，然后把该占的地方都占住了对。啊，也是士象棋比较要注意的地方，是，接下来就准备马九进大八大打车了，对，然后红黑方车方二平就六是车二吧？平六，红方马九进八，马九进八，黑方卒三进一，卒三进一，然后红方更多的选择是马二进一，马二进一，红是，方为什么不跳正马呢？现在跳正马，因为以后的那个发展潜出路力不太出好路是不太吧？好。而跳这个马的话，是为了接下来兵一进一，马一进二。我们在士象棋里好像经常有看到，是，双边马的棋，但是对，炮局里面是肯定是万万不能双边马的是，啊，这样中兵就成为突破口了。好，我们来是，看实战，实战它是，好，先走的兵三进一，没有跳边马，对，这样，我们说刚才那样的下法的话，红方就是比较，双方比较平稳。所以在这种局面下呢，下多了之后呢，红方准备寻求点变化，而兵三进一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然后黑方正常的车一平二，车一平二，直车还是必须要出的。是，红方炮二平，红炮方二平炮兵四。四，这个炮二平四一走啊，好像这个红方的定型就基本上已经看到了，是，是吧？对，比如说这马将来肯定是屯边的啊，然是。后那个马是正起，或者然后黑方走的是车九平八，车九平八，马二进三跳。马进三，然后，炮八平炮九八平九，开炮亮车，开炮亮车，这样呢，黑方，红方是马红方三马进三进四，四，黑方顶卒是车吧？三进一。红方马八进九马屯八边进了，九，对。这样呢，左马还对，是一定要动的啊，要不然老在这儿被吊住，骑路对炮也不太好弄，黑方这时候呢。选择了这个炮四平五的对，变化，这个棋呢，在这棋形里面呢，好像还是挺抓重点的，是吧？对，在红方各子都比较协调的情况下，只有唯一的弱点就是红方的现在的中兵可能略微显得单薄一点儿，对，所以黑方不惜浪刻意不费一惜步，是吧？来那个。瞄着红方的弱点对，啊，蒋大师，要是您，你会
这时候平中炮吗？应该我也会选择平中炮。是吧？也会认为这个亏一步，但是这块的便宜可能会弥补这个效率问题，是吧？是是是。哦。确实，在这个之前面对着红方兵三进一这部相对来说比较新颖的招法的时候，红方黑方在接下来的应对招法每一步走的都挺符合其理。对，黑方你看六个大子比较堂堂之阵，堂堂之阵出来了。对，比如说像出车，然后平炮亮车，还有效率非常高。对，还有冲起马前卒。嗯。所以我们这个棋迷朋友们平时在下棋的时候也得注意，假如说你遇到的棋你以前没有见过的时候。在这时候你怎么去思考这个接下来这步棋该怎么走，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就是把你的子走正啊，对，把它的效率提高。对对对，是的。而在这步棋的时候肯定是需要对棋形的整个理解了。对 对，因为大部分的可能都会去飞象知士之类的。对对对，先补个士再补个象，比较符合这个视角炮的一个特色。啊，对对对，当前黑方炮四平五也显得比较有力量啊，是有点挑战的味道。红方不是四四进五，未雨绸缪。对，这个是经常不让他先手打将。对，不让他先手打将。十四进五。是。然后黑方车八进三。车八进三。哎，张指的这招棋呢，给我挺有意思啊。对，当时我看到的时候也是惊了一下啊。嗯。看上去有点笨，但是这个棋实际上呢，后来研究呢，有点四笨十加啊。啊，是。是不好棋。对对。嗯。因为什么？因为这个棋红棋很明显的一个意图是想马六进七踩兵，对吧？是想马登兵。哎，对。然后黑方呢，我就老老实实的看上，看你怎么办。我就用最实在的招法。对，这可能防住你的进攻。也是当今象棋走向的一个实力派、实战派的一个下法啊。是。就是本本分分的、脚踏实地的走棋。对对。除了这个车八进三，蒋大师还有什么更好的下法吗？倘若如果更积极的下法，可能是走卒五进一，哎，是吧？好像感觉上卒五进一，对对，将来是不是如果能走起车二进三，是或者往前冲冲，也是一路下法。卒五进一还留下来炮五进四打兵，也以下马七进五跳马的这个手段。哦，是这样是吧？嗯，哎，这好像也是一路下法啊。我们来看看张指这个车八进三，他是怎么设计的啊？是是，车八进三。这步棋确实，刘大师如你所说的，现在象棋呢，经过网络时代，大家也有象棋的软件来分析，所以现在象棋进入了越来越细的阶段。对，象棋这几年是发展的特别快，好多人都说进入了一个比较巅峰的时代啊。啊，是是。然后都那个水平都达到一定的高度了。对对。大家就是寸土必争，是这样，就是有点这个意思。车八进三，红方兵九进一，兵九进一。红方没有什么看特别好的，这个先活马吧。是啊，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嘛，在面对对方出现新招啊，出现一步自己意料之外的招时候，他也是走符合自己棋理的棋，就是你走你的，我先走我的，然后一会儿再看。对，这步棋还为车六进三的跳马。哎，对，活马很正常的一招棋啊，兵九进一，红方炮五进四打掉了，炮五进四，这样可能应该捉了是吧？对，就都这样捉，这样黑方只有退炮了。捉的目的呢，还有一个就是目的就是不让他以后拱中卒再渡过来。哦，先把他这步棋先防了。嗯，是这样的意思。炮五圈。这样呢，红方炮八平七平。炮八平七，是，瞄住黑方的三路线。嗯，这样呢，黑方既然呢车六进二，就不再去走这个车六进一了，是吧？你如果再走车六进一，他车二进六，接下来红方也没有明确的攻击点。对，而且还是浪费一步，既然已经捉了嘛，哈，就炮八平七了，然后黑方向三进五步棋，哎，这个还是比较本手啊，然后红方炮四平三勾，红方走的炮四平三，赵老师这个棋下的呢，也是比较有针对性啊，是比较有针对性，看上去哎都瞄着你，看。你的硬法怎么样？如果你不理的话，红方真的有可能马四进三就踩进去了、啊。对对对，他还是觉得黑方的七路马在这会儿可能是有弱点，弱点，对对对，哎，是，所以矛头都指向七路马。嗯，然后将来可能司机，比如说右车啊，有可能会贴将，是是是吧？他是给自己留这么一个出路。这时候，倘若如果走兵七进一的话，就直接采取进攻的手段的话，黑方有可能会走马七退五，以退为进。哦，这样是吧？是，
这样你再拱掉的话，嗯，这样它就飞了，飞了，简单的飞了是吧？嗯。这样的话，红方认为自己就是在接下来没有明确的攻击手段。哦，就是黑方先忍着，嗯、先团在那儿忍着是吧？是是是。反正我多个中兵。啊，对。啊，确实，在这样的局面下，红方也没有明确的进攻手段。就是没有看到突破口。是是是。嗯，哦，这样。王七退五是吧？嗯。所以红旗呢，没有去选择这个。是。因此，兵七进一进兵哈。嗯。我当时在想，兵七进一，它是不是会长起来呢？啊，长起来的话，那拱掉正好吃掉马九进七。马九进七踢了，所以这个不行。我刚才也是在想，对对，这兵七进一为什么不走、啊？是是是是。他是考虑他马七退五。对对对。所以红旗走了炮四平三勾。啊，走了炮四平三。哎，这样呢，接下来，嗯，黑棋走的是炮五平六。啊，炮五平六。嗯。炮五平六，他的意图也挺明确的。嗯，很明确。第一个不让他走，第二个呢，车一平四你也别走了，我先挡着你。对对对。反正我现在这个中炮在这儿吧。是。你这个中间补的这么厚实，我也没什么用。实在实在不行，我还能炮六退二缩一个。对。啊，是是是。嗯、这样红旗，兵三进一是不是有点可怕？嗯，确实，兵三进一看上去就是比较强硬的下法。对，实战当中赵老师也是兵三进一统兵。统兵。嗯。黑方呢？这会儿呢？这会儿按正常的选择的话是象五进七，但是象五进七走了之后呢，看上去棋形有点被吊住，对，是吧？有点难受了。对对对。包括象这三个子有点别扭。是你这里的发展很痛苦。对、啊、你将来不好调整了，所以呢，我们张芷呢在走炮五平六的时候，我想呢他也就想好了怎么对付这个兵三进一了。哎，我们来看看张芷在这里面设计了一套什么样的方案啊，来对付红方这个矛头比较尖锐的这个兵三进一。是。黑方走的是卒七进一拱卒，弃子。黑方也走得毫不示弱啊，既然你送我一个兵，我就吃掉了，索性弃子，反正我这个马位也不是很好。对，这样呢，红方那当然肯定是欣然先接受了、啊、肯定得接受，弃子了当然得接受了。对，这样我们重新整合一下，看看局面。黑方呢虽然少了一匹马，但是黑方现在多了两个卒，五七卒，以下黑方也就卒五进一，这个他认为多了这个两个非常有威胁的卒。对，这两个卒看上去很大，而且这两个卒一时半会儿是红方是很难去把它吃掉的，对吧？对，是是。嗯，黑方顺利卒五进一，卒五进一马上就要看着卒五进要拱了。对。嗯。眼看卒五进就要拱过来。红旗当时走的是。这个时候呢，其实通过局面来说，双方是，应该说也是互有牵制。互有牵制。嗯、还不一定说谁好。对，这个局还是比较乱的，因为这个子啊丢的它必定有补偿了，而且这个补偿呢还很大，就是看我们高手对当前的形势一个怎么样的判断。是。有人可能认为弃子方好，哎、对。还有人认为多子方好。对。对，看他对形势的认识哈和理解。是是。嗯。这样黑方面临着这个拱、嗯、红方赵老师当时走的是马四退三回马。他走的马四退三。啊、嗯、对。我们后期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马四退三，我总觉得有点示弱，是吧？嗯，后期那个就比赛结束之后，嗯、张芷跟我在分析这盘棋的时候啊，他说这个时候啊，红方有一个非常巧妙的手段。当时这当然这个手段是在临场大家都很难发现的一个手段。哦，什么巧妙的手段？我们看看在哪里啊？他巧妙的手段呢，他是先走车六进一。车六进一，那人家不是正好炮八车八平五了吗？对对对，人家正好车八平五。嗯。然后这个，嗯，然后红旗，嗯，这不是马上要过卒了吗？是这样，就马上要过卒了啊。对。眼看肯定在他计算之刚开始计算这步棋的时候，他这个肯定想到，以为他有过卒的机会，就放弃了这个想法。看看，红旗有藏着什么招？对对。但是正好接下来哦，红旗有个非常巧妙的手段，先换你这个，打换掉之后，然后车一平四。我们休息两分钟，先让棋迷朋友们自己先去看看这个车一平四有多妙，然后待会儿再回来。嗯、好的。
观众朋友们，我们刚才给您卖了个关子啊，这个居于平四呢，哎，你们给大家这么一段的时间，你们看明白它是什么意思了吗？让蒋大师给大家说说。居于平四的意思就是，当然现在不能打，打了我就马四进五登车了。哦。啊，这时候黑方再卒五进一的话，我就车六进一，我抓你的炮，你也不能打我车，打我车我马四进五。就是怎么交换呢？好像黑棋都没有占到什么便宜，是吧？是是是。哦。这样的话，就把黑方我们刚才说是怕卒五进，红方怕黑方卒五进一的棋给避免了。把这招给破了。啊，对对对对。哦，有个车陷炮口。是是是，车陷炮口。哦，这是比较巧的，真是比较巧的。对对对，临场要能把这个看出来，真是更精彩了。那很难的，这个就是临场人不会往这方面去想。那是不是张芷当时看见了？他这么说还是后来知道的？后来他自己也是经过自己的赛后的拆解才发现的。那是比较藏着的，啊。对的，确实，两位高手，顶级高手都没看到。对，比较难，比较难为我们的那个特级大师们啊。是是，对对对对。嗯，实战当中呢，赵老师还是选择了一个比较对平稳的、比较正常的马四对三。嗯。马四对三。这样黑棋。黑棋就炮六对二，这个棋是不是也可以考虑先交换掉？我当时看是不是考虑能先交换掉？交换掉有什么好？我就认为子儿越来越少嘛。我认为多子方呢，先把局面简化，对吧？对，可能够利弊，是吧？这个呢，赵国荣老师的下棋特点，他就是保留复杂，保留复杂。他对自己在复杂的局面下，他是非常有信心的。可能高手们都这样，就比较对自己有把握。我当时是觉得这个炮吧，因为他炮六退二之后，这炮可能会被利用，位置不太好，所以我是想着交换。我们来看实战这个炮怎么解决了啊？炮六退二，我不给你换马的机会了。好，红旗，红旗，车平二对车。这个也是马四退三接下来的连贯思路了。对，他也是想简化，他其实跟我思路有点差不多，得个子儿嘛，先换。对，吃。马三退二。对，黑棋呢，这时候走了一个很大局观的招法啊，车二进三。其实这里面呢，车二进三和卒五进一都挺大的，但是这个更大。如果你先走，先走他有可能车六进三，他可能会先占线了。这个是高手们一个比较抢的位置啊。对，是是。车二进三。他走车六平二。车六平二。他怕他捉一下，捉一下比较难受，是吧？怕他先手捉嘛，先手捉吃双呢。对对，这样黑棋走的是，车二平七，车二平七，炮三平二，对，卒七进一，卒七进一。我通过先手的抓炮，然后把卒先过来。对，这样黑棋呢，我想张芷在这块可能设计的已经挺好的了。对，把这个车怎么从这边调到红旗比较空虚的一侧，然后协助这两个卒往前挺进啊。这个应该在他炮六退二的时候就想到这个变化。对对对，好，所以红旗现在呢没有办法炮二进二先下去。对，还准备车二进四抓双炮呢。抓双。这样黑棋补士了吧？补士，是四进五。红旗。红旗马九进八，马九进八跳。黑棋卒七进一拱，是先手再拱一下。对，这都是比较顺畅的下法。对对对，先把便宜占尽。是，红旗车二进一，车二进一，看上去有点防着这个卒五进一哈。对，另外它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好的要道嘛，是吧？对，没什么太好的点，这样黑棋炮九进四打了吧？炮九进四。这也是卒七进一拱车接下来的连续手段。对，他也在慢慢的黑棋在扩大，他想办法在这边总是在扩大自己的优势啊。对对对，因为毕竟少子嘛，赶快吃，赶紧吃几个卒。对对，红旗走的是马二进四，这样黑棋，这个时候黑棋走的一步卒五进一。卒五进一。这步棋走的呢也是比较好啊。这个也是拥有很强大局观的一种下法。对对。这样呢，你看着红旗呢，不敢吃。假如说，吃的话，二平五啊，他会车七平八，抓炮了。这样是，这不光抓死炮，还有将来还有炮九进三吧？捉死炮，这如果你吃了，倘若你吃这个的话，他马三退四，先踩一步车啊，先踩一步车，你可能就车五退二了，只能是啊，对，他再吃回来。不就这样？我看炮九进三下去也受不了。现在炮九进三，他当然可以下这个。这时候呢，他可以跳。就是，红方如果想获得这个那个的话，优势的话，只能马踩掉，黑方打将，退士。炮九进三。这样的话，黑方有这个
狙炮来威胁着。对，将来可能甚至还有炮六平五啊，是是百中炮，这个呢是高手们比较熟练的一套攻击的方法了。对对对，看上去黑棋也可以满意了、这样黑棋肯定满意、好，我们来看，所以这个卒五进一是送给你吃，但是你又不敢吃的一个，你又不敢吃比较好的一个下法。是，嗯，这里边呢红旗那怎么办呢？看着这个卒，眼睁睁地看着这个卒拱过来、拱过来，红旗选什么变化了？红方走了兵七进一，兵七进一，这个可能也是当前局面下实在找不出太好的下法了啊！是是是，马也动不了，个子都动不了，赶快从这儿看看是不是能交换一下，在这边发展一下啊！对对对，这样黑棋走的又一次走的比较紧凑啊！对，都进三，黑方又走了一个比较巧妙的招法啊！嗯。我们来接着看，炮六进三，红旗、这个时候啊，倘若你在兵七进一吃的话，黑棋就炮六平二，打马，你车二平五，这时候是不是红方既吃着黑炮，又吃着黑马？对对对。但是黑方能够炮二进三。对，这样黑棋逃跑了，黑方正好逃跑。我们来。对对对，这样的话黑方肯定是满意了啊。我们来看看。黑棋红旗怎么来面对这炮六进三吧，是是比较难受。红旗走什么了？红旗在这时候走了车二平一。车二平一，这样呢黑棋卒七平八平。因为这个棋呢打散手，就是双方要求都比较高，可能走到现在的时候双方的时间也都比较紧张。对，时间比较紧，看上去就是能看见的就赶快走了、能看见先走了、但是这个车二平一呢走之后呢，黑方又卒七进八，出七平八，下招棋，既保着炮，又存在着车威胁你底线的那个手段。无奈只能马四推二。只能马四推二。嗯。马四推二，黑方车七平八。他先，哦，对，车七平八。嗯。先手抓炮。嗯，然后。这个时候呢，红方面临着两种选择，一种炮二平一，一种炮二推六。对，我们来把炮二平六是事后呢，他们摆出来比较红旗应该走的。红旗这块有一个比较简化能和棋的办法，也是赵老师最后一个可能要和棋的机会了啊。是。是吧？最后一个能简化的机会，这样可能吃了七八进三，马二进三跳，是个大交换。是。嗯，这样呢，黑棋，黑棋车八平二，车八平二吃。这样红旗可能车八退一吃了，车八退一，这样呢车八退一吃了，踩了，拱了，拱了啊！这个局面下呢，我们说，他得先车一进三，他先车一进三是吧？嗯，倘若先兵七进一的话，黑方马三进五先手跳、可能能保住一个卒，哦，那还是先吃吧，是吧？因为他反正不敢吃你，对吧？对对对，啊，这样呢，我们。交换之后呢，局面简化，这样双方还是有和棋，和棋的机会啊。但是这个呢，我们得考虑到当时就是说，对时间双方的感受啊，嗯，这局棋，因为在这之前呢，这盘棋红方走的也是啊，有点求胜欲望非常心切，对对对，他，所以狮子嘛，就是你来什么我接受什么，你来什么我接受什么，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没有心态说完全站到我就求和的地步，对，所以他走了炮二平一，所以走了炮二平一，但是接下来呢，黑方一连串的手段进攻手段让红方。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后悔了，是是是，如果他要是能看到炮二退六的话，肯定是比较后悔了。马三进五，马三进五，嗯，马上有马五进七了，对，这个车比较难受了，然后马二进三跳，没办法，马五进七，进 七这样只有车一平三了吧？车一平三，嗯，哎呦，很可惜的，炮九退六，对，炮被打了，炮被吃了。也就是说黑方这边的攻势还是比较厉害，对对对，红旗还是有点估计不足啊，是是是，炮九退六，红旗马三进四踩，走到这时候呢，应该说黑方已经确立了胜势，对，这个棋呢黑方其实如果简单的话呢，这个卒五平六拱的呢也是占优的，卒五平六拱的，但是张志在这里面呢还是花了一定的时间呢想了一个更好的招法，更细致、对对更细腻的招法啊！他叫炮九进一，炮九退一，炮九进一啊！准备打死车了。对，红旗，马二退三，马二退三，马四退三。你打我的时候，我能车三平二，哎，这是无奈。黑棋走的是卒七进一，卒三进一，哎，红旗没有办法，只有退回来。马八退一。然后，黑方卒三平四，卒三平四，哎，这两个卒拉上太厉害了啊！是。嗯，马九进七跳，马九进七，卒四进一拱。卒四进一，
这样呢，我们棋迷朋友们看上去啊，棋盘整个棋面上呼啦啦的，好像都是黑子儿啊，是，一片黑子儿，就是对觉对得对，这个黑棋攻势有点，虽然少，现在还少一个，是，但是红旗的好多子儿都被黑棋含着呢啊，是是是，三路这边被含着，这边哎还有拱，这马对。也很难受，所以呢，这个棋看上去黑棋已经并且在接下来，黑很方满就意有了，通过一连串的打击手段，哎。然后获得得回子的手段得了，回是子，而且还确立胜势。吧？对，嗯，红红旗，方只能马七进六了，马在七这进上，六，啊，黑棋，黑棋炮九平七，先手打车。倘若直接走车八平四的话，红方有可能巧招马六进四。哦，这有个交换是我正吧？好交换的吃马，还啊，能有和棋机会。对，交换完了，那个红旗的优势还是小了一点。黑方炮九平七一打，黑棋的优势。一躲，车八平四，这样比较顺势只的，能马六退八，啊、卒四进一，哦，哎呦，这样，威胁着红炮，并且打着我红估计马。张芷在炮八退一的时候，炮八进一的时候，可能对，这一系列他都在已进经炮的时候已至经，少是看了个大概了，是是是是，吧？对，因为这个子儿看上去已经很悬了，是，这样红旗没办法支只了，能四五进六。哎。炮七进六，16进5。16进5，哦，我们清点一下子力啊，经过一个很激烈的一个中局啊，咱们是，在这儿摆上去，看上去比较简单，但是棋手们呢，在赛场上呢，肯定是比较深思熟虑，然后在那儿很漫长的一个考虑的时间啊。我们再清点一下，现在黑棋呢，黑棋平净子，多三组，哎，而且净多三组，这个棋呢，已红经方，胜势的局哎，已面经胜势了。我们把接下来的招法呢，给朋友们摆一下。了。接下来炮黑七方退炮一，七退一，我准备平炮过来。哦，准备过这边是吧？红方炮七进一，炮七平五了，炮七并五。啊、哦，他两个想法，过来或者中炮啊，炮七并五，并且是这样的意思。如果你倘若你打了，我就马七进六，得子了。你如果长车。长一步车，我就打了你，你不能吃我，我马六进七将哦，踩其实回朋来。友们看这里面有一个拐吃的战术。对，是。所以这里面好像，整盘棋黑棋走了不少个送的味道啊，对对送对，完了，然后你又不敢吃，是是所是，以设计的比较巧妙。对对对。红这旗样呢，红出方将，帅五平四，哎，因为你还吃着我的士呢黑帅五平棋四，将了一下哈，黑方将，红旗吃。进将，黑棋又回来又了。回来了，啊，黑棋可能是刚才在那个中间那一对，会儿花了不少的时间啊，是是，因为我们联赛现在使用的是加秒制，是吧？对，如果倘若连续走两步，可以加回来1分钟，哎，对，对那对当然，对于黑棋来说，对，他希望时间充裕一点，这样对之后有把握。是是是，出将，然后出将，接下来黑方走卒九进一，啊，卒九进一，我这准备样，再威胁你的车。对，这样应该也是大势已去了。对对，大势已去了。车二平三，别车二马，平三，哎，他对，别了一下，编码我也意思就炮也打你啊，卒了，对，他就冲下去了，冲下去，这毫无对对。毫无疑问了，现在优势太大了，是啊，他就再退了，他炮就七退既二，然你肯定要再拱下来啊，再退。黑方炮五平一，哎，就是你拦着我，拦不是，住了，我就过拦不来了，住了就已经过来了，阵线被扯开对了对。红方象七进九。我也不让你下来将，实在是没办法是了。实在没办法了。然后，黑方车四进二，红方马八退七，好，黑方吃掉，红方吃掉。这样呢，红方就净多四个卒了，局面呢应该说也是没有没有再悬和念棋了。的可能了。对，这样，张芷呢就取得了这盘的这盘胜棋的利。胜利哎，是。也当时呢，在21轮呢，也为北京队呢确立亚确立军亚呢，军，哎，立下也，了汗马功劳吧，对这对，盘棋。感谢棋迷朋友的观看，谢谢。谢谢。